生在现9月7日去。陈龙金秋9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在历经潜心雕琢，带着万众期待的瞩目，9月7日国贸前海湾营销中心头号江湾展厅盛大开放。为庆祝本次营销中心的盛大开启，国贸前海湾特意为全衡阳的人们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视觉盛宴。此次开放盛况吸引了众多媒体到场。本次活动国贸前海湾不仅准备了难得一见的百万豪车展览，还有美人鱼真人秀、百老汇舞蹈以及最重磅的维密大秀，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感官大秀。百万豪车闪亮登场，9月7日的下午5点30分开启正式签到环节时，就已经有不少市民齐聚在国贸前海湾的营销中心，现场人山人海，众人齐聚一堂翘首，以盼本次开放仪式的正式启动。那些前来签到等待仪式开启的是市民们，基本都是人手一份国贸前海湾的宣传册，站在全衡阳最贵的沙盘面前，听着置业顾问们向他们介绍这个衡阳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百亿级项目。晚上7点整，活动仪式正式开启，伴随着热辣的舞蹈开场，由主持人宣布营销中心的开放庆典拉开了帷幕。开放仪式上，衡阳亿元宇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秦总致辞，他对现场来宾们的前来表示特烈的欢迎，并表达了开发商对项目的责任心与信心，将国贸前海湾打造成衡阳市的城市地标，是亿元宇航地产公司全体同仁坚定的信念和执着追求。我们将以强大的经济实力、超凡的办事能力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与大家携手共进，在这块风水宝地上谱写新的篇章。随后，深圳和信地产总经理蒋总上台致辞，为现场的来宾们介绍国贸前海湾这个百亿级项目的优势、规划与发展前景。精彩的致辞过后，7点30分邀请领导们一同上台启动点亮仪式。倒数过后，屏幕点亮，所有领导一起合影，台下掌声不断。这预示着国贸前海湾营销中心正式开发，属于衡阳独一无二的江湾智慧人居新生活将全面启航。8点整，主持人宣布最受期待的维密大秀即将开启，来宾们都齐聚在舞台周围，观看这场史无前例的视觉盛宴。精彩的维密大秀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摇滚乐队劲爆歌声，现场嗨爆，由外籍美女所表演的百老汇舞蹈连番精彩点燃整个会场，红包雨更是让全场的观众们的目光紧盯屏幕，希望自己能出现在中奖的名单里。本次活动国贸前海湾不仅为来宾们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视觉与听觉的盛宴，更是为前来参加活动的来宾我们准备了精美的礼物。参与红包与抽奖的观众们振奋人心的抽奖环节过后，热辣的维密走秀和劲爆的歌舞又再次上台，还有红包与第二趴和第三趴，这让现场火热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活动结束，现场的来宾依然意犹未尽。据悉9月8日国贸前海湾还将举行全程疯狂大抽奖活动，凡办理江湾通行证的客户均可参加认筹客户活动，当天多一次抽奖机会。百万豪车展览将从9月7日持续到9月9日，想要继续观赏百万豪车那也可以前来营销中心国贸之光点亮衡阳百万方滨江公园豪宅，9月7日共同见证国贸前海湾头号江湾营销中心璀璨绽放地址华新解放大道蒸水西岸。